来啦，好来。阿伯，紧好紧，阿妈，要我就食饭好阿无？我跟你讲哦，罗一千鱼啥物事啊？做大地啦，安尼好无？来，哦，做大地，当期我跟你讲哦，大真好食，保证袂死咸来，好、哦。啊，保证袂死咸！啊，你若要食，我你讲有大地无大地，莫讲我咧讲啦吼，你家己看就好啊。好，有错啦吼，一斤偌济，一袋偌济，百三百二绝对走袂去啦。啊，可能袂收恁同意拢袂爱，两袋三袋三袋好去好无？莫讲卖一千，卖八百七百六百好无？卖三百好多啊，再食再好少一三百块。啊，我袂食完咧，来来，啊，我就先讲啦吼，不用讲了啦，好来，你要食无？我想你看一下做大地，这地我唔敢咧甲恁讲啦。你市面上还是看无遐大地，还够几个啦？来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三百。子文，回复我一下啊！来，回复我一下。三四五六，我就是三百啦，下面几个三百块。小恩，这个在。小姐。台中的大肚农会对面，自治路118号。六，来三百。来二。黑桃二怎么这么说？我一直都有在讲话。旁边，皮卡森，皮卡森，来，来，我上面讲，然后皮卡森，来，好，我讲过来。来，来，几呢？来三、四、六，六个就是三百，我上面讲几啊？啊，有错吼，就错了，我记你啊。来，二，来四。换主播了，我们会轮流换哦。来，二，轮流播。六，我就是三百，就三百块。加加就是三百块，下面加三百块。来，三百块加。多来。来。天哪，有一个超正的美女来了。你要看吗？快下面挤啊！我讲，三、五，那个就是三百块，加一加三百块，来挤吧。罗一清，哇，罗一清三百块，把我们抢完了，过来。来，过来。是哪一个？来，一、二、好，来，哦，四、来六，我就是三百块，加一加罗一清，就是三百。罗一清有三百块钱要吃的，罗一清拿三百块，再就追，三百。耶，黄宇跟钟卷来啊。黄宇还有黄宇吗？黄宇，我刚刚不是叫你帮我留一份。哦，你要起来的，然后起来回来没关。啊，这个嘞，不一样。那不一样，不同的是这个，这个。哎呀，罗一清宝贝啊，哈，来。三百。来。冰块有吗？冰块帮他加一下。来 ，Hello， 大姐，好不好？我跳进先来休息，好不好？来。你用冰块，冰块有啊？有啊，在下面的公司交代。上次那主播证吗？嗯，不好说，我不能这样说，我自己这样说会被说臭屁。可以到现场来看他。妈，你卖紧张，别给你打掉。好，我跟你讲一下哈，我到底这个真的很正，剩到两箱啦，啊，小可大细买，大家无计较。你听我讲意思啦哈，反正上我是要跟你讲，水好食，水好食啊。好，一杯偌济，一杯卖我，你开偌济？开八百，开七百，开六百，一斤三百，我一杯才两百出头块来。好，两杯要去好不好？我这三杯就这来，卖我，你开一千，开五百块来，对啦，到底五百块谁要吃的？叫做五百。五百块到底有啊？有啷么吃无？五百，到底有啊？五百五。你吃这个？那个美女的抖音在这里。叫董夫人搞公司吃啦吼。叫到底有董夫人公司吃啦，好来，五百，来。他现在在用。哎，四百五百。啊你，我要抖音公司。吃个坐，吃个坐嘞，好不好？哦，到底有啊？看你们吃无？吃个坐嘞。我咧讲五百五百来啦，不是五百块啦，要吃啦，去来啦。五百好啊，五百块。来了，五百来了。到时候一买铁铁保利龙香好不好？他说什么？一个保利龙香，一个保利龙香。哎，一杯。保利一卡保利龙就对了啦。OK。来，啊，下一只，我就是五百块，下面来的。二三四五百块，五，我们就恰白。那个就是五百的，来，五百块下面来的。啊，一千来块啦。好。我跟你讲啦，即尾只大尾啊吼，即尾才赚三百块啦，还讲真诶啦，吼二三四五六，搁招一个五百来，再招五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五百块？五百。五百。我刚刚够。无够。
来二三四五个搞，还不搞？对啊，只有这样子。啊，不搞我冒险的啦。这样 OK 吗？有五国，对不对？来，阿哥，你是想要吃的无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一、四，来，六个包来。哪个想要吃的？二、四，来，五，六个就一个包，哥想要吃五包，过来收起来，五包来。哪个想要吃的？好，二、四、六，我就一个包，想要吃五包来。五包来，来，二、五百，五百，四。第二个就是我爸，下面来我爸，还是你过来我爸。这样会不会被人家说特别大意？下面几来，来，好，到底个下面几来？快点上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哈。应该是翘北北，应该是很正的女生就是了。好，我爸好就对啦，下面来的，各位，哪位要就是我爸，下面交五百块，来过来。在抖音 TikTok， 来，好，一、四。哪个就是我爸，我下面交五百，都五百哈，哪边来不？五百。不是特权，是因为我看他穿那么正哦，让他抱这个臭车，可能怕把他的那个衣服弄脏，因为那个箱子啊，没有特别洗过。我偏心哦，好，这是男人的本性。那个就是我放过这么久，500块，还有吗？500块。阿东有啊，人哦。我第一时间就拍给你们看诶，还不够意思吗？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吃这啦。剩三个人尔，吼，要讲啊，啊，恁讲剩三个人就拢伊个啊，无害。咱讲真个啦，我咧讲来啦，来啦，啊，这牛排啥物真个，牛排，吼，等于打真好食，用烘个好食来，啊，一块偌济，一块卖够你开成四五百，安尼好无？等于等于烘啦吼，两块三块卖一个来啦吼，卖够你开成五，开一千块来就好来，一千块谁知道？牛排少一个一千块，来。我你讲看你要吃无？来一、两、三，一千块。啊，我你讲来啦吼，看一副牌无？来四个一千块。袂输咱台地招，你知无？啊，袂输咱台地招，足水个，还讲真个啦。四个一千块，啥物食济啦？你食副牌无？还副牌够有无？有啊。有啊，有，我来讲，还有无？啊。OK。好来。啊，等下，你食准备食副牌无？因为我春节来，等下聊，我招招条好无？来一、两、三，哦，四块五百块，牛排啊，哦，牛排四块五百，什么吃啊？牛排，无啊，还得过来，我讲一千嘛，我变五百，我阿弟我讲一千嘛，那变五百，你那讲就变五百，来，我下一只五百块就好了，五百，下一只牛排啦，五百，啊。哎呀，五百，哎，下一只五百，牛排五百块，无，未办，紧，我要坐未，五百，无啊，是啦，哎，我大要两百吼，咱讲啊，那是专业，好啦，好，只要两百就对啊啦吼，两百两百便宜啊。好，三百两百，好来，你早下我好几个四百两百来，我带来，我这个要来招你两百，好来两百，来，来一，两三，四，五，两百，来哟，哎大姐，我准四百两百好你啦，好不好？差他十块钱啦，来，来。迄个大个歹势吼，咱死啊！我带袂过尔，吼，一只一斤的啦，啊，一斤偌济300人嘛，即卖300人啦，吼，两卖卖720啦，卖700开600后面人卡，现在比较少。500块。好，还是拍给你看一下。你只咱死啊，大只啊。德霸好，刚刚没看到你。我爸哥，来。现在比较少。少了差不多一半了。我爸哥，太多买了吼。现在是几点？九点半。几点了？一波一波了。买气还是不错。你站着干才能洗鞋不？昨天棒球看看，昨天真早。我八颗。紧张早。两三，四个就是我八能洗啊，什么叫我八颗？能洗啊。喂，他有在直播。那个四斤蛋啊，四斤，泽又哈喽。
500块消费起来啦，那么需要就是500块，啥子乱事的？那么需要？那么需要？500，那么需要？消费起来啦！爸，那下个棒球来个看球不？我没有在看棒球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 侬是要发个红牌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是啊，我叫你办个咧，办个大名哦。黄喜啊，好，侬是要发个红牌啊？吼，好来，我讲几讲啊？快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咧，来。谁？我今天那条鲑鱼好大条啊！好，快讲来。在这里，快点看一下。蒜头多吧？来，哦，蒜你的头多吧？快去。我即摆讲一句话，你有介意？你先讲，还袂讲。不要解释那么多了。来，我讲来，我只是要先跟你们打预防针，我为什么要帮他办？用钱诶。我没有在解释。用错诶，安尼好无？我讲一斤卖偌济，市价一斤才百八两百，不重要。这是每个男生都会有本性，怜香惜玉。四百、三百，然后肥婆会就要骂。我就200块下面吃这两百，来。我就200块不可以骂我，我是为了你们的福利。有人要来无？算你加200。包啦，我讲啊，我你讲吼，小胖，你说哪一个？我学你偷偷咯，多一点给你们，200块。你说以前？200。过去式啊，过去式啊，不要笑。这样摆啦，好像没钱啦。看新的直播，看新的直播比较好笑。来，好，要加就加200，都算你偷偷把手价来200。没看到涨价哦，可以去他的直播。来，好，算你偷偷把我下面钱，我就加200块，快起来。